我爱你有几分？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有没有看到燕子又飞回那根梁上的巢？每一年这个时候，它都会回来。好，我们再往前走两步，因为就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当时大门口的位置。如果在秋天的时候，我们往对面看过去，会看到对面山坡上的树结了满满的红枣。当风从山的那头往这边吹过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像我这样深呼吸。就能闻到红枣莺莺燕燕的香气。那时候这个地方一共分有四个季节，分别是春天、夏天、秋天以及冬天。它们彼此之间分得很清楚哦，夏天盖不了被子，冬天也流不出汗。